王教授，你即马你若看到这个咱开电视开，也是报纸天开哦，你若看到讲这个立法院内底吼，拢开讲要开快车，结果开一个倒退路的车，你对这件代志你有甚物款的看法？气个讲话讲袂出来，主要是台湾这个局势，这个局势，像民主都正正还袂去完成这个民主政体吼，这个法治了民主人权，都还袂做够。第二，这台湾到底叫做中华民国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啊？还是什么？啊，唔过看起来敢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即卖因在统治台湾，无啦，都都什么？这国民党内面的人啊，走去遐去安尼，迄时间点奈安尼先。所以，要算离脱离狂，都爱较紧去。所以，有影看到即咱三个月无上这个电视台，看到安尼针对你的问题，我有影气个话拢讲袂出吼。是，但是咱嘛就。提出来好好讨论，有影咱再看这两、这个即摆蓝白什么，加两个合起来加一票，就即是伊是不得了诶，刷落去伊诶即个态度，伊提出差不多二十个议题，学读政治诶，也是知影。这个民主政体在这个民主共和国国家生活的那个全世界华人还是外国人看得到的，那有影会吐血。所以这是安怎咱的公都门是不？来批评讲这个，哪会安尼恁提出来这二十个这个议案吼、议题，那实际上是咧开民主。你回答讲，台湾都是民主，都即马在咧拍拼咧，也未到一程度。你即个蓝色的国民党，甲白色的即个科批党，你哪会？我的看法，你两个唔单是要甲台湾的民主甲冲破。给一票的时阵，你都拍球。你唔知影讲政党，迄是互相从你的政见，甲你的政党员啊，不拉力安尼哈。这型的意思就是讲，你嘛着迄顶头，嘛着人甲人的尊重，议题你嘛提出来了。拢遐个啦，话人来讲人话，伊听无啦。你讲干了讲迄落年金改革啦，已经嘛搁死人，吼啊嘛搁迄落啊开遐济这社会成本啊，好开会开遐济钱安尼。讲要年金改革，年金改革就是讲，即卖这落退休了后所领的钱比你底下上班的时阵搁领较济。咱烦恼讲后边哦，咱这少年做到老的时要领年，要领退休金，煞领无。所以讲这年金的改革足重要的，结果伊个个要回到从前。我咧惊是惊哦，从前我惊是讲，伊能够回到从前，这个台湾社会大概乱。大概会乱啦，因为少年人已经讲我无前途啊嘛。第二，过去遐前辈大家拍拼，就感觉这款人那都拍拼。第三，哪代志拢发生，就是你这第二代的国民党，就是你即卖国民党，你即卖的国民党，你根本你开始要阁行回头路，你要。所以唔当行回头路，你要叫中国正正来甲你撇过，来甲你支持，你要来行回头路。安尼是台湾的前途伫倒位？你遐过去遐做官，你们敢乎你即马无办法生活地点？你若够正正恢复，当然你讲咧，你。咱直接敢有无时间好好解释啦吼？
这么好的制度改革，那大家是打包括但是你跟他说那是也是多少人伤心顶顶的，但是大家会忍耐，大家合作都好奇，你现在要再换起来，这个社会绝对乱，这是 我的回答，绝对乱。伊就是要太过处男，要将咱的这个啊后较少年辈遐，搁做十年、二十年的哦，因领空啊，到那因哦，林更金也是陈更金，啊个迄落因遐几个啊，底下讲吼，咱我们就把它拖开，能捞则捞，能拖即拖，我们就把它把这个政府把它拖垮，大家拢拍薄啊拍干，这个就是讲哦，因当初伊底下。就是这个恶行恶状在中国，啊，才会去让中国人民给它赶出来，啊，结果咱台湾人就烧那个豆头香，啊，去寻到这个，啊，今仔继续在台湾底下乱。我感觉台湾这个代志吼，这摆安尼的乱，那无好啊，大家有影？和平吼，平和的心情，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若要搁像安尼是过去。你安尼咧，外来统治者的这款的姿势，哦，这款的声调，抓到迄款的特权要搁恢复，啊，无要正正来推动这个民主，哦，法治、人权等等，你我恐惊的社会乱。到时我来讲哦，因本来大家嘛有369万的人，第五万讲哦，讲因科屁因领的，讲哦，因是少年高学历安怎哦，啊是讲哦，结果呢，伊安尼做安尼选刷甲进哦，伫立法院在落表现甲安尼弄死你弄破安尼哦，啊结果呢也无迄个政治的论述啦，吼也无提出什么法案的改革会当改。改好较好诶，拢改，啊，都无得搁搁台倒转去头前，搁甲倒转去头前，拢惊迄落，啊，就敢若圣经咧讲吼，讲迄落狗啊是伫啊精神啊吐出来了后，搁翻倒头来，搁去甲食食转去，迄就是安尼嘛，吼、哦，啊，咱即马好到休息困一下了后，啊，咱等下咱明天搁倒转来。好。